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 PRB 90分钟耐久赛第13站 DTM 在 Laguna Seca 的精彩片段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蟹老板刚从 Pit 出来，在 YY 后面，目前是第五名争跟 YY 争第四名，后面还有一辆 Alpha。蟹老板开的是 NW， 经过几个弯，离 YY 越来越近。YY 在这个弯小小的失误，慢下来，被蟹老板跟得更紧了。慢慢又一个失误，吃了杀。往后看，这是红哥的视角，跟上 YY 要争第五名。我这个刹车刹到前轮磨出很大声音，那前轮可能会有点受伤啊。这台是老 DTM， 里面没有 ABS 的一台。哇，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 ABS 还没有那么好，后来大家基本上也都是关着 ABS 开的。那130有 ABS， 但是就觉得很干扰，相对于现在新车上 GP3 那种感觉不太一样。经过一圈，蟹老板越来越远了。哦，远方的前面又看到一台车，不知道是谁哦。歪歪差一点又在这边吃杀。哦，红哥好像有被拉开的趋势。哦，歪歪路弯有一点失误，红哥也失误啊，被罚秒，完蛋了，这下跟不上了，只能看着前面离去啊。第二名啊，不行，你在我前面，这是我的视角，前面是第六名的红哥，现在已经到46，准备要47圈，才快要结束的时候了。真的是啊，哎呦，国家老师这个就你生不教败不成啊。对，原因的路是这样的，刺激正凶。他没有，他只是想要看我的尾翼发生什么事情啊，看有没有修好。对啊。圣凶的尾翼，超过去之后再看一次没？害死人的尾翼啊！又乱讲话。因为前面跟圣凶的撞车，所以我已经落后了很多了。那我现在努力要解除被套圈。你选下一个赛季，我们两个交换好了、啊。我心都从内线没有塞进去。交换老板有什么？差一点发生车祸。也对啊，还是你不想跟我组了？拖油没有啊，就是没差。还是你这周今天就其实蛮快的、啊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认真在拿分。哎呦，没有认真在拿分哦。又刺激人家，没有认真在拿分，又拿第一名。第一名没有真正在拿分哦。到底是谁？国家老师到底是谁啊？真的是哦。我生理从那个一定要这样狠狠的羞辱我跟翔哥，你先钻过去，挑拨我们。其实也没有了，也算是有点刺激到蟹老板，他们没有拿分数很久了。我们这一队真的是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现在连这稳了一滴。
断线部队，拿不到分数的一堆。摩托车逐渐离红灯远去。哎，不对啊，他应该是要歪歪断线，怎么现在没断线？王琦又来了。看到弯前面这个是圣修，我正在努力追圣修的时候，圣修这是老天眷顾我，跟上了。这个是你看，我说我从歪歪。我从24圈到圣修，歪歪你不要这样子啊！我稍微提醒一下而已，就想要赶我。圣修成功通过，没有被卷入。不知道我在你后面。到后面来了一台蓝旗车。两台都是蓝旗车，歪歪是第五名，所以后面那个是 G 群，然后准备要套他们两个圈。歪歪在直线，我还没救出来，所以你看，我就藏过去，留着让你看呐、啊。G 群也跟着过，就歪一边不搞笑。等一下屁股歪一边是不是？对啊。歪歪啊，歪歪，歪歪。圣兄虽然被超越了，但好像还跟得上哦。好，往前来到进群这边，看进群，超歪歪，到时候歪歪一定要让路了。这边转个弯。第二个弯不让哎、欸，哎，开出去了，居然还是没让。这个货再没有让，就要蓝旗阻挡扣分啦！嗯，让了，让了。哇，这一圈才刚过，马上失误，被歪歪反超。这下歪歪可以光明正大的跟继续斗了。继续那边又小失误，差一点打滑，差点成功救回来。现在还剩下三圈。能不能？我没有修啊，因为我套圈歪歪。继续在这边就算被挡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，领先太多了。继续从外线进攻，没有办法超过在内线站住的歪歪。对。我上修看他们两个。圣兄，露营车。哎呦，圣兄后面，我来了。有点机车了。啊！我不小心顶到圣兄，圣兄救回来，但是我就。他没有想换 S 胎。冲赛道。没有想到那个胎压可能会不太。这场还真特别啊，精彩了。哎呀，圣兄失误。我已经没换了，我怕他没办法跑。圣修失误，这场精彩的缠斗好像都发生在那个没有跟名次无关的地方了。我屁股更滑了啊！有啦，现在跟名次无关了。这边是红哥，圣修因为刚刚那个失误掉了一位。红哥这个也是骗人的啦，手在痛，跑那么快，啊、真的骗人的。没有看，还没有想起来，当时红哥一直说自己手痛。
那也是啊，没错。这样讲也没错。没有一台停在路边的车，很香。如果你最前头刚刚进去看到剩下三圈，现在应该剩下两圈，只剩下两圈，比赛就要结束了。来哦，看看能不能夺回第六名呢？王森就开出去，在这里开出去，我急速接近，来不及在过弯前听到那一切。博胜修又开出去，王真的，我还是没有机会超过去，被胜修挡了下来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剩下最后两圈的机会，不上到第七名。你很小声，我听不清楚啊！你说什么？讯号不好？等小胖我过啦。我后身就差一点爆炸，我跟他并行，但是我在外侧，那一侧被身修抢去。过弯弯，哎哎呀，这里踩油门踩不通，啊，旋转了。你干嘛？你怎么？我已经几次这样了。比赛快结束的时候爆炸，第一名通常都发生在起跑的时候。现在是季群的画面，季群在海外赛拿到第三了，第三个起跑，前面被谢老板跟翔哥并排挡住，杜霸，翔哥第一个弯就失误了，拜拜，季群逮到机会，从那天过去，一点路都不留给翔哥回赛道。轻轻碰了一下，紧追着前面的谢老板。谢老板一个小失误，马上被进群逮到机会，攻进了下一个弯的内线。好，就这样超过去，谢老板轻轻顶了进群的车尾。还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太近了，看不到路。老板马上想要反击，翔哥也想要趁这个机会攻击。三台车太急了啦！翔哥后面的是宾士的是罗伊，在这个最难的下坡结束弯，翔哥一个漂亮的走线，他老跟谢老板并行，在下个弯要被谢老板占据前面。一个路线交换，翔哥企图超车，但谢老板车速还是比较快。拿回前面的位置，谢老板 miss 了这个弯中心点，翔哥没有抓住这次机会，第一圈结束，一群跑了，这群已经逐渐离他们而去了，罗伊进入从外侧超车，但是好像开到赛道外去了。哇，后面发生事故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红哥的视角，追在翔哥后面。据红哥本人表示啊，他特别擅长这个场地。白色的阿法不知道是谁。哦，翔哥庆祝逮到机会超越谢老板，但被谢老板堵死，没能成功。翔哥你到旁边的波差一点跳起来，感觉这状况跟上一关有点类似。引到那个香肠居然能够过石头，真厉害！不断的找机会要超车，
出弯想跟白当拦下，两排都走了内线，外线被红哥封住，展哥这下要被夹杀了。红哥自己放松掉，红哥算是比较小心的，然后拼下去说不定就超过了，说不定当然也有可能就飞出去撞在墙上了。还一起吃了一点沙，这个弯线老板没有防守，此刻又稍微吃了一点沙，又吃了一点沙，非常想超车的感觉。通过车子的动态传达出来，哇，红哥在这里，哎呀，一个路线失误，被罚了十秒，一下跟不上了。往前在翔哥视角去看，完全没办法超啊！翔哥迟迟超不过谢老板，台湾防守很硬啊。直线快了，呵呵，啊，离线了，直线很快，这边应该是谢老板的技术在出弯的时候尽可能让出弯速度加快。130其实是纯论速度的话比不上阿萨的，刚刚谢老板在这里稍微吃了点沙，速度慢下来，终于被强哥超过，无痛接轨，无痛接轨是这样用的吗？啊，谢老板后面打花，我来了，哎呀，快说这场缠斗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第13战的精彩片段，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和直播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